做过果蛋，这是我们大陆的精致产品，都是外贸产品。在日本，在那个美国啊都有卖的啊。在美国要卖$100一个。嗯，我这是桂林山水甲天下，这是象鼻山桂林的陈辉。那个老翻了，老翻，嗯，拿反了，那个拿反了，那拿反了。